哦，这个哎。来开一个等一个气候啊！诶，等一下，是安怎啊，嘟嘟？安尼真危险呢，电热器用电量大，无注意使用会发生火烧，应该用专用的插座，并且注意室内通风。好了，袂停，衫裤拢湿湿，用除湿机烘好打吧。别动啦，安尼太危险嘞！哈，安尼吼会造成除湿机内部的温度加高，零件容易故障发生火烧呢。哦，啊，佮有甚物爱注意的无？除了选买有检验合格标准的电器，佮详细了解使用说明书以外，上加重要的就是要确定厝内除湿机是毋是召回机型。即个相关的广告资讯会当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网站来查询哦。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。